我哪会向你讲？系啊，妈敢会有危险？ 是安怎啦？无啦，我是试过，既然已经中道啊，我就烦恁妈的，毋则走过来看。你免烦恼，妈有我，佮我送一个照顾，就准讲你困几工，也无要紧啊。你哪会无甲我叫一下？啊，你昨暗时啊，三更半倒困，但拄啊，困来再路边着啦，我想好你加困一下，你无叫精神。 蔡先生，你真正在替他面顶抬头？这是应该啦。阿爸，我看你也困真正哦，乱想吃药啊。咱若无先生清明着，若是困无好，我等你身体歹歹去啊。嗯，好啊，我知啦。我先去来房间甲三换换。 要困清静，我食蔡建国的药啊，伊就会采取囡仔哩安尼，困到毋知人。伊若利用这段时间去伤害妈，安尼就害啊！蔡建国。 你是提这药啊，给我吃的。哇，这药啊副作用够遐尼济哦！ 林爹，多谢嘞，卖这个搞讲家己人啊嘞。真闹声，是嘞阿姐，最近哦，家下人来看你啦。哪来讲？你即马食这头路是做无用的嘞，即马这个过年时间哦，你真侪代志拢爱烦恼。你今日过来才专工甲我看，我就足欢喜啊，讲。来来来，签名卡，签名卡，谢谢。点心啊，阿姐，你去传遐尼侪点心哦。哎呀。 那有啦，一挂物件咧，来紧吃紧吃，来来来，我甲你用。来来来来来，好，点仔袂记咧。哎呦，这三合哩，祝贺你哦，福气满满，狗年行大运。我嘛祝贺你，身体健康上重要，事事如意。好啦，安尼我嘛祝贺你哦，新年快乐，幸福如意。啊，多少人来都啊，唔免过，真正搞礼数。一点仔心意啦。来来，紧吃紧吃。 阿姐，做伙食。好好好，恁食恁食。哦，真甜，真好食。哦，好食，加食一挂。哦，多谢阿姐。对阿姐，啊，最近过得好不？哎呀，真好啊！啊，一个人哦，生活简单，当然嘛好。那呢，你的身体嘞？身体健康最重要呢。哦，我身体嘛过了真好啊，人有话啊，身体健康上重要。嗯。 啊，是讲有寡代志哦，若是讲要发生嘛，无法度提防，这个真正无法度啊。阿姐，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就阮前某哦，前阵仔发生一个意外啦，啊，即马佫倒咧门床顶，人佫无法度清醒，啊，所以讲起来嘛是小平伊妈妈，想起来哦，我小可会艰苦啦。 原来是安尼哦，不怪你遐尼啊艰苦。
祝贺阿母平安，希望会当赶紧醒过来啊。嗯，对啊，咱即卖当做的嘛是该当祝福，其他啥物代志我也免去做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伊身躯边够有人甲伊照顾？有啦，啊，着阮即卖大汉查某囝哦，伫伊身躯边照顾伊啊。啊，是讲伊安尼哦，讲起来嘛真辛苦。啊，我着甲伊连啊，啊，伊即卖够有翁伫个对无？但嘛无法度讲会当替伊做啥。嗯，阿姐，你先莫想遐尼多啦。我感觉哦，你若是有闲啊，就替陪你的大汉查某囝，啊，甲伊小斗三工者。我相信伊哦，一定感觉足安慰的。是啦，我嘛是安尼想。对啊，姐，我来小苹果姐姐姐哦。啊，你哪知影？哎呦，之前甲阿姐开讲的时阵，阿姐甲我讲的呀。哦，啊，当年吼。我甲小皮妈妈离婚的时阵，伊两个姊妹还阁细汉呐，啊，阮都讲好啊，一个人娶一个，啊，小平都对我，啊，是讲，这个过去的代志啊，我嘛无想要伫你面头前讲起，惊你哦，过来胡白乱想啦。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就我甲阮舅母吼，前一阵啊，就要开始联络啦。所以，靠阮大汉查某囝，也是最近才开始烧钱的啊。我个会记哦，迄当阵，我伫病院拄到阿叔啊，伊跟我讲哦，伊总算看到二十多年无看的查某囝，伊足欢喜。对啊，这是命啦。原本想讲失去一个查某囝，即马另外一个查某囝又搁倒来烧钱啊，真正是天公伯啊咧创治啦。真美，啊，起码恁两人的感情发展安怎，好吧？袂歹啦，啊，我也是同款啊，逐工你无闲，搁再一样代志啊。啊，不过上重要、上烦恼的哦，就是这阵啊，不会出任务啦。啊，因为哦，我爱替阮爸管理公司嘛，啊，有真侪代志拢唔办，好佳哉，有阮拢伫的，伊搞到啥干净侪。啊，安尼真好。看你两个人拢来互相扶持、互相照顾，嗯，我相信以后哦，我真紧就一个安尼结果啊。哎呦，多谢阿姐照顾，我无赶紧啊。无赶紧啊。讲个客气话。我不然无赶紧啊，上起码嘛要等恁爸点头啊，对唔？会啦会啦，总有一天哦，一定会点头。我相信哦，每一个人，阮大家拢会祝福恁，啊，希望恁早一日会当开花结果。我来讲哦，阿叔吼，起码先个红包传传的，准备要包给你吼。阿弟阿姐，啊，过年呢？过年拍算要哪过？考试可能无去嫌哦，来唔到啦，咱坐做伙哦，到这位咯。啊，我嘛同款啊，啊，今年我嘛一个人过，所以要去回龙岩岛，甲因做伙围咯。阿叔，你嘛做伙来嘛？啊，多谢您的，可以想到我。啊，唔讲哦，啊，这个行情我算讲真好呢。我甲几个老朋友约好啊，我们做伙去围炉啦。啊，过年时候，迄庙诶，我嘛去共斗三工，安尼看头看尾啊。嘿，免烦恼，我拢安排好势啊。啊，这位安排咧上好啦，都照你意思去做，莫甲你勉强。哦，呵呵呵呵。哎，这个门娘啊，恁家人家恁做过年时候一定做热闹咧吼。啊，姐，我甲你讲哦。因家哦，家家的九个人，啊，拄好九我就十个人，安尼就代表讲十全十美，对不？哇，那真好斗呢，斗到足圆满。对啊，对啊，后一来都想要凑吉祥数字啊。是啊，阿爸老有钱。好啦好啦。哎，你来较看今年哦，凡生美女，凡生相生啊，凡生的时候生肖啊。多谢阿姐。来来来，这是我物件哈。来，阿姐，你慢吃。啊，多谢多谢。爸，小平回来看你啊，我今仔就想你。怎么？多谢你一定愿意陪我关心庆东姐。真哪有啥，我嘛就介意庆东姐啊。是讲哦，伊一个人真足可怜的，咱
哎呀，一定爱常常来看伊，伊才袂遐尔孤单。你真正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多谢你。哎，对，还佫有这。来，冲啥？这哦，内面啊，我上想要食的好料的，这就是我的口袋名单啊。 啊，内面哦，有啥店的主子啊，几点开门，几点关门，啊，佮有哦，你看，必吃必买物件，拢写伫遮。你对食的物件真正都用心的呢？当然哦，嘿，迄是因为哦，我想要用美食，记录咱的爱情。我来请教一下哦，今麦咱准备要食做一间。多一间哦。万良。 我今麦搁袂当甲你相信，因为我惊我若是甲你相信啊，我会失去替家己报仇的勇气。老范，是你哦，来，给你吧，给你吧。 我甲我支持，甲我鼓励，都是我自己做糟糕的，让你遐尼烦恼，我真要感觉对你足歹势。你是歹势是啊，歹势。对我来讲哦，只要你会当得到幸福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爸爸拢支持你。你的支持，我真正感觉足幸福的。所以你放心啦，就算讲你嫁出去，爸爸出一个人哦。 我嘛会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你一点仔拢免烦恼，吼。小凡啊，啊，你是咧想啥？啊！我应该较早过来看你。我无法度。 我真正无法度。好啦，唔通咱个白兰想，啊，一点仔出来伫发现这种代志吼，你辛苦啊，吼，辛苦辛苦。一点仔，够好，你有家己家己身体照顾好无？有啦。 最近哦，开朋友会啊，甲斗三工做咖啡，一杯吼、哦、是我专工做的，我家己好做老爹特调，你们看，看有好口味无？有介意哦？嗯。啊，介意就好。亚芬啊，拄只把我影着。 你伫看我啥个时光哦？是啊，厝诶，拢无啥改变呢。唉，我都一个人大，是当改变啥？亲像小平伫诶时阵哦，
可能是做工课的关系，我都真介意甲厝内底啊报一寡有诶无诶，啊增加呢，水水水，啊是讲，小平都已经离开啊，啊原本布置诶物件，我嘛拢无甲叮当过，有当时都感觉小平都毋捌离开共款。爸，虽然我无甲你做伙生活过，啊，不过你应该知影，我只要就爱你这个爸爸的吼。我知，你甲小平哦，拢是爸爸的宝贝查某囝。爸，以后这间厝，敢会当交我来布置啊？我会把伊布置甲较早同款，就参照小平还佫伫个同款啊，遐尼温暖，遐尼舒适。为虾米即摆亚芬看我眼神，甲小平看我眼神一模一样？我真正是会输掉小平啊！爸。嗯。今日哦，我在阮大家店的腌菜来啊，啊，歹势啊，想讲除夕迄暗我无法度来陪伊做伙食饭，我照顾妈，所以咱今日提早来围炉好吧？啊，真多谢你呢，过去来甲我看，你人来多好，我足欢喜啊，都炒这物件。哦，安尼遮尼济菜，咱两个呢？哎，规天哦，食不完，我甲你控。这菜拢真好食，爸，你试一块香薰鸭胸，试看卖。哦。嗯，来。试看卖。嗯。好食无？好食，真正好食。哎。阿芬啊，今仔日哦，应该讲是爸爸上快乐的一天啊。拄只吼，小平之前的男朋友文良，带伊即卖女朋友来厝内底看我，即卖佫有伫遮呢陪我食这团圆饭，爸爸是真欢喜啊。小平以前的男朋友，敢知影小平还佫有我姐姐啊？我是有甲讲啦，啊，不过我无甲讲恁两人是相生啊。因为文良真无简单，才为失去小平的痛苦来底安尼行出来。我嘛无希望这件代志搁甲讲出来，安尼影响到伊的心情啊。是啊，暂时要跟我见面嘛较好啦。你是有想要跟伊见面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感觉对这个人真好奇。我今仔凡事以后还阁有机会咧啊，因为即摆文良哦，甲出面感情发展啊真稳定，我相信哦，总有一天一定会结婚的。啊，时间哦，你甲恁先生啊，若有闲的时阵，咱就来做个参加伊婚礼。啊，若伊讲，你就知影你小妹进前的男朋友是做啥物款啊？我敢会用拜托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你敢会当播萨斯风给我听？你若想要听哦，爸爸上欢喜，我起码得播给你听。啊。
会不太多，只能算巧合，凑巧相遇在一起，相聚只一刻。我看你，你看我，相对默默话说，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。你已经不是较早迄个爸爸逐天来带着你四家人去探亲，四家去流浪，四家漂泊迄个查囡仔吼，你大汉啦。大汉啊，太大了啦、啊！我即马大汉啊，无你的白头鬃是为倒位来的？太污啦！多谢你分萨克斯风给我听，希望过唔免偌久，我就当倒来这个厝诶，甲你做伙生活。姐姐，经营餐厅未歹哦，有合你诶口味无？确实未歹。哦，你对于食诶品味哦，是愈来愈好啊、哦。唔是我诶品味愈来愈好，是慧君诶品味比我搁较好。这间餐厅哦，是介绍的啦。你即摆开嘴合嘴哦，拢是回滚回滚。哦，我真正听到想要冻袂调啊嘞。我开嘴合嘴，嘛拢有爹地啊，对不？爹地。你卖来这套。你即摆雄雄请我食饭，搁讲这么侪好听话给我听，你对我是有啥物企图啊？我是看你哦，做工过做到遐尔忝，强要晕倒。我带你来哦，好食一顿饭，甲你好慰劳一下，袂用的哦。这毋是你的 style 啦。你即摆吼，逐工拢拼死命做工过，下班哦，就随走去甲回滚约会，早就甲你爹地哦，袂给你了了啊。我已经哦看透透，我嘛已经看破啦。我是甲你哦，藏伫个心肝内。这种话哦，你讲给恁女朋友听，莫讲我听。我若听到，我家母皮哦，落到规涂骹。无法度呢，因为慧君哦，已经唔是我的女朋友啊。你嘛讲这是什么意思啦？你敢回阮册啊？唔是啦，你莫有朋友啦。你到底在讲啥啦？是安怎？紧讲。因为慧君轻易就会变作我的太太，所以已经不是我的女朋友啊。你太，你是讲，我已经跟慧君哦正式求婚啦，而且伊嘛已经答应我，所以我想哦，我两个人轻易就会结婚啦。真实了，安尼你有满意无？我欢喜无？我当然嘛欢喜，而且我赞成。嘛无问题，安尼你有满意啦，吼。多谢你，爹地，我知啊，你一定上听话的。爹地哦，无停你要停下啦。哦，我即马了解啊。哦，你雄雄请我食饭，就是哦，要甲恁爹地买酒，叫我替你去讲亲戚。那是买酒。是甲你拜托，甲你请求。哦，你即马总算拜托我吼。较早我是安尼千拜托万拜托，叫你紧娶某，好我安定落来，你拢无要听。嘿，即马我你着急啊吼。我是咧替你设想呢，是你甲我讲哦，要赶紧看我结婚，还替我娶囡仔呢。拜托诶。
哦，你都还未结婚呢，就开始哦，要利用恁爹地，你阁真有效嘛吼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敢无需要你出面？嗯，好啦，有安尼哦，我今日去串串的，去老家提亲，啊，让老家对咱有一个好印象，较袂叫害你强拍枪吼。我这么缘投，你阁这么啊将才，袂去叫人拍枪的啦。哦。家己保较袂臭错啦吼，我这叫有自信。嗯，慧君哦，就是介意我这点。这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哎，俊来啊，我来啦。今年哦，咱就要去提亲啊。啊，过年嘛要到啊，无你哦，去甲慧君哦讨论看卖啊，看讲哦，无咱两家哦。坐回来去吃年夜饭，啊，哪位老哪讲亲戚，嗯，这想法袂歹呢，啊，大家围炉联络感情，那有啥物意见哦，咪当提出来讨论。嗯，对啊，安尼嘛较规气，吼。哎，阿翁公咧，翁公要安怎？啊，正常哦，咱拢伫咧国外，无甲伊围炉无要紧，那么即马咱拢已经转来啊，无甲伊围炉，咁咪足奇怪。说煞去啦！自从你列祖哦离开恁阿爸，伊哦这二十几年就无咧过年啊，卖考虑伊啦。阿翁公哦，真正是重情重义，二十几年来哦，对翁弟拢始终如一，这样痴情，我真正佩服伊。哼，什么重情重义？我看这叫做傲。你列祖在昏迷之前。爱袂原谅恁阿爸呢？假使我伊若继续安尼，永远拢袂真实，恁阿爸哦是会危害一世人的。啊，希望新的一年哦，大家拢会当找到家己的幸福啦。哼，像你同款，得到一个好太太。啊，你毋是得到一个好媳妇？你阁真敢讲呢？提亲都还袂去敢讲？你都讲安尼有影有假哦。好啦，我带你去找慧君的时阵哦，就甲问，啊顺便问看卖老董事长意见，看是不是爱做伙围炉讲婚事。嗯，好啦，拍地哦，啊趁烧，你紧去问问诶，安尼哦，我嘛靠我安排。好，无问题。哎，我先去买单，啊买了以后，我电话再等你。嗯，好，天姐。桂英啊，啊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啊？你要招我做伙食年夜饭？无法度啦，啊过年时哦，拢是甲厝内人做伙食饭。无，过年后才阁讲啦吼。好好好，我会弥补你，吼，就先安尼啦，拜拜拜拜拜。今日有真侪间新的餐厅开幕呢，风评拢袂歹。咱为了要来试一间新的无？免啦，我是较介意咱逐年拢去围炉迄间餐厅。吃袂鲜咯？当然嘛袂啊，有一寡物件还是老的较好。啊，而且迄间餐厅的菜嘛已经食够有感情啊。啊，够啦，慧君嘛真爱食。好啦，阿罗听你的啦，照你的意思。啊，等咱个咧纪念日的时阵，再来找一间新的来试看吧。你看，真正是老的较好。好、哦。我的老公哦，真正是世界第一好。我的老婆啊，真是世界第一好。啊，不过你敢袂感觉今年，敢若咱两个人，还佮有慧君佮冠豪做伙食年夜饭？人敢那较少呢，嘛无法度啊！啊，美国也无过咱的旧历年啊，
嘉诚，我无放假，也袂得转来。希望嘉诚赶紧毕业，赶紧转来，安尼出来变来较老嘞。我真正就想伊。嗯。弟弟，咱做朋友来嘞，想象力有够丰富啊！爸爸，滚转来啊！好。对啊。安康阿弟。哎。哎，阿恁在阿伯临门，我就听着恁的笑声嘞，真正就够放闪的哦。 更加讲放闪嘛，比袂过你甲爸。而且阮的放闪，就表示阮的感情足好诶。啊，感情足好，才有法度做伙一世人，对吧？对，我甲慧君已经决定要做伙一世人啊。Uncle。 阿弟，我爹哋希望今年咱两个伙啊，会当做伙为老，阮嘛会伫迄天正式向恁提亲。提亲？啊，恁想要结婚咯？嗯，我已经。 答应俊贤会求婚啊！慧君，真是了，你真正足好诶！你会当重新搁开始过你的人生，我真替你足欢喜诶！我祝福你，永远都会当幸福快乐，多谢妈。 你是不是无赞成？阿哥，我知影你的烦恼。虽然讲我唔是十全十美，也唔过我会用我百分之百的真心，佮有诚意来对待慧君，好好疼惜伊，照顾伊，亲像你共款。 把伊当作是生活宝贝，若是我有啥物唔好，还佫有缺点，做你甲我讲，无要紧，我一定会为着我甲慧君的将来认真拍拼，请你放心，甲慧君教好我，好不？爸，我相信俊贤。 也爱我，保护我，疼惜我，你嘛还我好不？好啦，俊贤，那呢，我就把我的宝贝仔交给你，你爱好好照顾伊。 免好好受到委屈。我知影，我一定好好疼惜伊，大家欢欢喜喜，袂阁互伊悲伤啊！哇，安尼真正足好个呢。头拄则我做你讲，今年围炉人真少，啊，即马阁加上俊贤甲恁爸爸，安尼厝内面就足闹热啊。俊贤。 啊！你甲恁爸爸跟我决定要去倒位围咯？阮进前哦，拢伫咧顾我，啊，才会参听哦，阮拢无改善啊，啊，恁决定就好。阮拄啊才决定讲要去阮同年拢去围炉迄间餐厅啦。啊，迄间足好食哦，我逐摆啊，若想着迄间物件，我就流嘴暖。<笑>好啊，无着迄间啊。好啦。 啊，无就安尼决定啦。啊，恁爸爸迄边吼，叫麻烦你给讲一声。好，我知影。翠花，过来食药啊。我大啊，为着你好啊，恁请。
电话啊。嗯。晚安。晚安。不是跟吃药啊，哪个精神啊？叶芬，这你阿妈叶芬是没带啊？亚芬呢？那不换人啊？那个不去啊？到底在位啊？你是不是出大事呢？亚芬，你是送啥？紧落来啦！亚芬，紧落来啦！亚芬，我派头你紧落来了无？等下无生意包来去，血干满呢！亚芬，亚芬，你听我，来来，紧落来了啊！亚芬，我赶紧跑，来来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来！你等一下，亚芬他上来啊！亚芬，亚芬，带我去，带我去，亚芬。带我去！啊，带我去！啊！哎，亚芬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啊，我肚枵哦。啊，哪会这么早都在吃物件？亚芬啊！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哪拢不爱讲话？亚芬啊！这亚芬哪会感觉都会怪怪的？伊都无甲应哦，很奇怪，你看伊安尼怪怪的，哎，伊是不是破病哈？我可能是伫梦游啦。哈？梦游？啊？可能是我好一些，迄种药啊，引发副作用。啊？你
那边有你吃什么款药啊啦？哎呦！有胃药本来就是有副作用嘛，只是有人袂引起尔，啊是感觉奇怪，真真正正无代志，啊单纯吃吃那安尼啦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，你哪会变甲安尼？迄甲伊梦游有关系哦？哎呦！你困困了，走出去，我就去甲叫吧。啊，上山吼，去见我。说来去迄水井内面，我唔再等你了。哎呦，安尼你都唔通哦，佫再摕迄药啊回家啦，安尼有影惊死人呢。我哪知变成安尼啦？我想要看牙分子的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无我跟你做伙入来吼，来，这里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妈呀！哎呦，你是死你的你。真正在困呢，看起来真像是梦游呢。哦，俺是讲既然哦，知影是药的副作用，俺就表示讲亚芬伊的身体无问题啊啦。是啦。嘘，较细声。我讲我也是来哦，咱加烧水，赶紧来辛苦洗洗啦。啊，若无感冒你就害啦。哦，赶紧加水。哎呦，我较细声，我操的。睡前暴食，被困之前后被敲电话，还有梦游，这拢是伊的副作用。这安眠药的副作用都要好是梦游，我只当选择一部。只要给你抓准讲，我真正有把药仔吃落去，而且还佫有梦游的副作用。你知影，我方小平是真哩好欺负的。建国，早安啦！哦，你给我迄个药啊，真正足好诶，困甲足老命诶，精神超好的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伊感冒啊啦，来。感冒？啊，你昨毋是阁好好，哪会用感冒啦？哎呦，看起来是严重个呢。你看我烧哈，我看觅。哎，对，离我较远个啦，较免去我胃着。亚芬，你敢真正拢袂记啊？袂记啥？都昨暗的代志，你拢袂记？昨暗我拢在困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昨暗哦，你梦游呢？梦游？嗯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我从来无安尼过呢。我怀疑应该是啦，因为哦，昨暗你伫困到一半，都家己爬起来，门开就出去啊。建国哦，都为着走出去找你。你煞害哦，跑落去水池啊呢！回来了哦，你遐咧食足侪物件，我咧甲你讲话咧问你哦，你嘛拢无睬我呢？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那完全都无印象。建国，我真正害你
我落去水池哦。啊，是的啦，我真正唔知我啥做安尼，是的啦。无紧啦，你也不是超工的啊，对不？哎，建国啊，我咧想吼，这亚芬啊，有这梦游这个情形，是不是应该你讲的，讲就是吃了爱困药的副作用啊，所以伊才会安尼。我看吼，安尼也是卖回家了。啊，那无吃了了后，佫发生这款代志，安尼是足恐怖呢。所以我是为吃迄爱困药啊，才安尼哦。那呢，真正是唔通去吃啦！我即个害建国跑到水底，后盖我唔知佫会对建国做甚物代志呢？哎，建国，啊你干嘛做？伊若继续吃迄个药啊，梦游起来去害到家己，也是无人，这嘛是无好啊。是啦，以后吼，唔卖佫吃。若是以后袂阁予蔡建国饲药啊，我就袂困到昏迷不醒，无法度保护妈。我看吼，我也是去买天线。谢你哦。哎呦，你有要紧无啦哈？你天线好啊。好啦，谢你要管。你过年啊，说你感冒啦！妈是的啦，拢是我害的。啊，无啦，亚芬啊，我看哦，以后也是卖吃迄款药啊啦。啊，无啦，吃落哦，因为迄足危险的呢。啊，我哦来去遐一寡地姜母茶给你，好。嗯。火锅料甲菜，我差不多管好啊！哦，啊，等下汤头吼，我来调调下就好啊。嗯，对。哇，咱今年搁食这沙爹火锅。啊，特别过年拢嘛爱食这沙爹火锅。迄是为恁阿妈遐就传来咧。过年若是有这卡吼，吼，啊，就圆满幸福个啦。嗯，对。我来倒菜啊。嗯？你敢袂晓？我哪袂晓？嗯，这个叫做321 action。三汤匙沙茶酱，两碗500cc 的水，一罐原味高汤罐，这么简单的事情连冠军都能做。不吃够，啊你还来记条条，你啊。我来啊。做细汉坐你炒的菜，到今嘛，卡叔讲我若袂晓做这个代志哦，我都唔是阿坤山的后生啊。我若袂晓准备这个物件，我就等于无伫个国家违规路啊，对唔？嘿嘿，讲到你细汉的时哦，若要煮这沙茶火锅啊，吼，这汤头都还袂滚嘞，迄菜都还袂熟嘞，哎呀，这么烤烤炒炒要食啦，你啊？哪有法度啊？你唔是唔知影，迄沙茶就这么香嘞，对唔？啊，袂滚嘞！啊，滚嘞了后，规因灶脚拢是伊个芳气啦，啊，愈偏嘴啦愈老。你确实啊，真了不起，甲真水也多一打。哎，真美！哎呦，阿妈，哦，胖嘞！哦，就胖嘞嘞！嘴哪咁要老落来？吞刀转去。阿唔过，真正就胖嘞，就想欲心冷起。嗯，我跟你讲吼，这汤头使用的这沙茶酒吼，嘿，用鱼干佮赤尾青啊嘞，当然嘛香。嗯，我来较少吼，你试看麦。好，多谢。爸，你唔免这么生意好唔？哦，什么啊？
阿伯哦，是爱我一个好朋友替鉴定一下，伊做汤头，迄味安怎啊？我你真敢讲啊你！嗯，来，真水啊！试看这贵号啥款吼？能烫着啊！哦，就胖的呢。嗯。阿伯，啊，这个我去那烹饪教室学到的那味哦，一模一样的。哦，真正是足甘甜啊，甘甜，美丽啊，美丽。那安尼哦，真水奖金就出师啊哦。对，阿妈，你拢唔知影，我对文琪去烹饪教室学到真多。安尼哦。嗯。啊，我阁知影，迄沙茶酱哦，迄无含防腐剂，甲味素。吃起来嘛较安心。嗯，安尼对啦。你若家己要食火锅哦，迄个佐料一定爱算个安尼哦，才能安心的上要紧。对，讲个哦，差不多啊啦。这火锅料已经盘出来，好，准备开动。来，菜我请客哦，来。阿妈，今年是狗年，我祝福你狗年行大运，果然厉害。阿姑哦，天天旺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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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阿我唔知要甲你讲，你嘛是爱天天旺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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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哦，你就是拢安尼啦，无正经啦，伊嘛。啊，你上届又无正经诶。你看，你伤心伊啦，伊啊，逐摆哦，拢你看，伊咧甲你搭水果啦，真正真诶话梅啊。来，哎，就安尼无咧发多。咱大家哦，伫咧厝诶围炉，阿文龙即摆伫咧加个，唉，煞无多甲咱做伙啦。你等等，小健啊。即阵你个公车是要创啊？我唔敢啊，敢袂用诶。哇，有什么事啊？这吼就是不讲人心啦。唉，小强啊，即嘛是烦恼个好困难题，即嘛是爸母心。阿双小强啊，你嘛唔通安尼去尴尬安尼哦，有著无任何代志你烦恼，你个心包放下开个，爱祝福伊，哦。哎，等下你要做变一个新的人生啊！啊，对啦，阿嫂，免烦恼啦。哎呀，那无量啊吼，即马吼改作势啊，也改变啊，拢看会到啦。等你拿出来吼，伊当年就会当我陪恁老做伙围炉啊啦。好，对，慢慢来。坐，慢喜欢坐，慢喜欢坐。对啦，加食一寡物件，好。哎呀，啊，来。来，阿母啊，来，我小汤泡，母啊，啊，这是我甲小天啊吼，两个一些艺术啦吼，母啊，伊安尼无烦无恼吃百里啦，多谢哦，没啦。关关。你是不是忘记啥？说吉祥话，提红包。管管啦，来，阿公，无啦，别讲啊啦，别讲啊，教阿妈吼，啊，就说意思哈，来，阿霞别讲，扛起来。嗯，祝阿姐早日结婚，早生贵子。我卡扎做哥哥，哇！你是吓人家鬼蛋呢，我是讲吉祥话呢。吉祥话呢，这就是吉祥话啊。对啊，哎，官方讲的哦，那是吉祥话。哎，那个是我跟你妈哦，要跟你讲的话啊。对啦，嘿啊，哎，你来看嘛，真水啊，今仔吼，春工啊。
阮家细汉吼，甲阮做客女朋友，其实是我甲恁阿爸啊，还有阿妈啦，拢嘛甲你当作吼是一家人啊啦，当作我家己的媳妇同款啦，所以招你来做伙围炉啦，搁有红包要你哦。哇！来，妈，这红包吼要让妈你安尼留空间吼，啊身体健康，食饱哩。哎呦！哎呀，多谢哦。我应该应该。来，关关。这红包票你搞多好，吼，搞读册，多谢阿妈阿公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啊，金水耶，这包票你来。我袂用的啦，袂用。我今年哦，来恁家甲恁做围炉，我已经真歹势，我袂用搁收亲戚的。金水啊，免客气啦，这是我甲恁阿姆吼，心意啦，吼，你也收啦。哎，恁阿姆收你就是嫌收少。不，来来来。修改，来，多谢恁有这枚红包啊！哦，啊，这红包都好，阮收来就好啊。我今摆拢出社会做工，有收入啊，应该是时势，包时大较对啊对。所以这个红包是我甲春梅送给爸爸妈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哦。这囝以后一定爱收的，才好你吼事业愈做愈成功哦，赚大钱啦。好啊，阿囝甲钱水也揣入来了。阿妈，阿你嘛有哦。温良祝福你哦，哦，身体健康，食饱你啊！感恩啊！哎呦，大包哦！哎呦，嘘，低调一点哈。哦，阿妈家温的哦。阿伯，啊，你嘛有？我也有哦。祝你身体健康上重要。哦，多谢多谢多谢啦，多谢多谢。冠军，阿姐祝福你。英文东西枪毙，多谢阿姐。乖。通通有奖啊！我还食个未讲话哩，好食个啦，好食吼。嗯，娘啊，歹势，我拢无包你，啊，煞收你红包。阿叔啊，免客气啦，过年时啊哦，友好是大，这是应该。你免拍摄啦，啊，而且这内面冇真没心意啊。嗯。来，对。这图片就赞，吃看麦。谢谢。文清啦，快点哦，小奥这里。好嘞。哦，我知啊。哎，小华。嗯。哎。好，小华，别加酒了。好。来，文贵，你们来。啊，爸，小华。妈妈，今年咱个会用全家做伙围炉吃年夜饭，我今仔日敢做欢喜的。你欢喜哦，妈妈就欢喜啦。阿妈来，包俾我哋耶！哇，哎呦，你好啊！阿公，阿伯啊！啊，多谢多谢！爸干嘛？哇，新年快乐！多谢多谢！新年快乐哈！新年快乐！滚滚，是你耶？多谢妈妈。暗时，我会摕我的红包袋，放伫咧枕头卡。安尼，等年过就和妈妈藏起来。乖的。文君啊，想袂到你这么细汉就知影讲红包会藏起来，出厉害哦。妈妈有教我，爱用的时阵就用，爱藏的时阵就藏，因为爸爸妈妈太极做辛苦的。乖。哇，你真爱上老的呢。我可会记我细汉时阵啊，我爸妈拢无教我教。我甲遐红包钱哦，摕去食好料的哦。我若用参照冠军安尼哦，我即马可能就是大富翁哦。冠军啊，阿祖
再好考虑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这红包若收起来吼，你暗时要可能是放在枕头下。除了这以外，还佫爱注意啥物？袂去弄破袜，若是真正弄破袜，就爱讲岁岁平安。哎呦，有够搞，搞搞搞搞！哦，阿妈，我冇知影哦。初一的时阵哦，免煮饭，爱食旧年剩的年夜饭，这就代表讲哦，旧年物件食袂完，今年还够剩。对啦，对对对，年年剩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够强，你大家知影嘛？想法的哦。嗯。除了讲这个红包放在枕头下以外，哦，啊，咱围炉了，上要紧什么代志？守岁，哎呦，嗯，你看，恁家大人拢输伊啦。好有噶，守岁应该替出来的大人添寿，所以今仔日暗时我就卖困，替大家守岁。过年，过年，多谢多谢。关哥啦，要替吼大家添寿安尼足好，但是吼，闲的拢无爱困，较晚困的就好啊，但是爱困，知无？知。吼，唔好想我。对啊，明仔载大家拢爱去拜拜，你若爬不起来，就一个人留伫厝的哦。对，讲到拜拜，明仔载拜完了，我都要准去看一下行李。啊，无，不了，啊你看行李是要啥？我为了南部行行，行村呐，啊村那拜访一群农民。哦，嗯啊。那我才赶紧啦，你唔加休几工吗？我都趁几年时间啊，啊，真未到做落去啊。哦，安尼啊，啊，真好真好，啊，坐下来讲吼，安尼行村行村吼，顺便佚佗，对吧？嗯，大家放心放心，我一定买真侪真侪伴手礼来送给你哦。妹，其实你唔免麻烦啦，免去想讲要买三三份，我要食三只足方便的啦，你唔免想，你甲文良吼两个人安尼放心好啊去佚佗。好啊！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伊食比佚佗较重要啦。我讲啥？我若真正要去食好料，我都袂陪你去下港啊！我都留伫遮食阿伯做好料啊，对无？哎，那咧你赶紧食呢，那落去下港你就食袂着阿坤晒好料你啊呢？紧紧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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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食！哎，我今日是足欢喜的，恁真是人做伙哦，围炉啦吼。真欢喜，真欢喜！这是我这世人吼，感觉讲上欢喜，佮上满足，佮上幸福的啦。希望讲，从此以后，咱各家大大细细，拢能当平安顺顺利利。啊，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！有啊，有你的祝福吼，咱家大大细细绝对是平安顺顺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大家哦，不要捧起吼，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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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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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来，来，新年快乐哈，哇，来，来，来，哇，就这超的嘞，哇，妈，就阿你这，我看了才想一礼拜啊。哎呦，今仔日是过年夜嘛，我当然嘛要做较清炒的，安尼代表讲，咱咱一家人吼，当年都有通食有通啉，对不？亚芬啊，建国，去食一锅。好，建国，坐较过来啦。哎呀，我刚刚胃着啊。来，妈，还有搞煮食，我想做幸福的，咱姐姐姐姐你做的料理。啊，平常时啊吼，你拢伫咧无用上班呐，啊我嘛咧无用顾店嘛，啊咱若一家口啊吼，真难得呢，才有当安尼哦，坐做伙呢，食一顿啊饭，我当然做较好食，对不？亚芬，嘛甲你多谢呢，爱甲我斗三工，咱两个大家心不吼，安尼联合分工合作，才会当做出这么多年菜。妈，有你这个东坡西地的哦，我伫边啊，干脆来当斗洗菜。要安怎做嘛？是靠你一个人顶功夫，我真正啊低个挂。妈是神速诶，只要有伊伫哦，转眼就可以变出一桌好菜啦。来来来，哦，这鱼啊哦一定爱吃。人讲吃鱼啊哦，代表年年有余。好，来，建国你嘛来吃哈，年年有余哦。哦，你话这鱼啊吧，好吃。好。
啊，搁有这鸡肉吼，然后假鸡、起鸡。二小妈，嘿，来，加一个。嗯，好吃。好吃，给加哈。嗯。是讲吼，恁妈呢一直阿说多谢，好不好？咱今年吼，那三个人来吃年夜饭啦。我是希望讲，明年吼，恁会当安尼生一个孙给我抱。啊，那呢过年时啊，做伙吃饭，哇，给我老嘞嘞呢。哎呀，芬，可以调养身体啊。这种代志啊，顺其自然就好啦。建国，我知影恁少年人吼，拢有家己的想法。甲计划，哎呀，妈妈哦，只不过是建议尔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啊，建国，啊，你咧感冒吼，啊你，妈妈哦，开一碗烧汤互你啉，啊，看下哦，较快活未？吼，来，啊，这香菇拢好食哈，赞哦，啊，来，谢谢。多谢妈。是安怎？无合你的口味哦、喔。无啦，无啥胃口。哦，啊，豆豆无豆豆用啦吼。哎、嗯，明仔载吼，我是讲约一挂朋友要去拜拜啦。啊，通好来求菩萨，啊，保庇阿明，让阿明伫看守所，啊，快点平安无代志呗。啊，不过即摆哦，看建国安尼感冒到安尼，感觉足艰苦的。我要来放心去，我看哦，哎，安尼我等下来敲一下电话，甲遐个人讲，哎，我无法度甲因参加做伙去拜拜。妈，做你去不要紧啊，反正我家己就是医生啊，而且佮我咧照顾伊，袂有代志啦。要唔过伊，你放心嘛，是我感冒尔，加休困一下就好啊。你都去你的，你免烦恼我啦。唔要。你讲的吼，嗯，好，雅芬，阿伯安尼好啦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啊，你当看我手机也好啊，好，我知啊，来，紧食，好，妈，紧食，啊，要啉汤无？我替你，紧，我来食先，新年快乐。以前过年这个时阵，拢是我甲姐夫作为围炉，我一直甲遐当作我一世人的家，想袂到，竟然因为张美春叫我赶出来，害我一个人安尼孤孤单单，伫遐咧食泡面过年。大家拢欢欢喜喜的过年，我嘞，我的家伫咧倒位？你袂用哭，甲袂到你流目屎的时阵，人生的路还阁长嘞，绝对无这么简单，倒来放弃。几乎无要插我，我已经体谅。李泰全今日嘛无要插我，早已甲厝内人围拢，一句嘴讲甲安尼好累累。世界上无一个查甫人愿相信的，我想怎在一个人伫遐吃泡面？无山顶海面，至少把我爱的人、甲爱我的人陪伫我的身躯边啊！几乎，你真正会用当作无我这个人过你的日子？逐顿围炉的菜，拢是我替你做主。订工一间餐厅，几乎今年敢会阁去一间餐厅围炉啊？来去看卖，
就知影志富甲慧君今年是安怎过年的。聘金甲十二礼，就照我讲安尼吼。无问题啦，聘金绝对不错，主要是婚礼遐顺顺利利，大家欢喜。是啊，对阮来讲哦，只要这两个少年人会当过来幸福快乐，才是上重要的。我想来赶快。老板，对，老板你，我去你一杯。以后我是亲家哦，吼。哇，看到囡仔睏起的面，真正敢那天使同款。而且哦，冠豪甲伊生作一模一样，真正足够水。冠豪睏啊？是啊，伊算几工啊，总算是睏起啊。他拄仔看到你，还佮有俊的佮冠豪做伙佚佗，迄模样哦，袂输囡仔是一家人呢。把因家管好，还够慧君当作是一家人啊！唔对，即马伫现场诶，每一个人，以后我是一家人。弟弟，嗯，啊，婚事讲到差不多啊。是啊，后当时就甲老夫人吼，伊希望讲慧君啊，咱幸福快乐，即马经济日子哦，就再替你办婚礼啊。安哥，安弟。多谢你。真紧都要解嘴啊！我就希望哦，你今日当赶紧来哩。是讲亲家啊？嗯，我先讲哦。我这查某囝哦，有淡薄仔公主病，你来开啉奶子啦。好吧，你奶当你甲我弄开。哦。阿叔啊，你是惊未来大官伫遐，你可别出去。无要紧啦，过啦，阮家哦拢是查甫，欠一个公主。坐你来，非常欢迎你。多谢阿伯。来来来，来。以前，逐当拢是来遮甲姊夫做伙过年，毋知影今年是毋是同款在遮围炉咧？迄个时阵，阮大家是遮尔欢喜，遮尔圆满，想出即马剩我一个人尔咧。姊夫，你有想过我的心情无？只会吃饭诶！为什么贵人爱用我才来吃？这间餐厅确实袂歹。是啊，真好吃哦。嗯。安哥的品味哦，真正足好诶。好食吼。哎，加点料啊！我来去试尝先者。好。是要创啥啦？你在跟踪我？啊，你不是讲你甲厝内人咧围炉，想做甲老家咧食饭，你想要骗我？我无欺骗你，这是杨勇决定的。
原本我要跟阮阿兄甲俊贤去围炉，是老易吼临时招我甲俊贤食饭，讲顺续要讲俊贤甲慧君的婚书。婚书？因两个已经在讨论婚书啊？想袂到因进展啊这么紧哦。是啊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，讲爱着，无想要浪费时间。李泰全，你明明知影因准备要结婚啊，想怎要问我嘛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无问嘛哩，我是前两天才知影这个决定。我这阵啊哦，拢在公司哦，无闲代志，啊拢无关心伊的进度。想知影伊的进度哦，超前这么济啊？卖来这套啦！你这么久无来找我，就是因为你的后生准备要去做劳改竞赛，所以就想要一脚搞到台边啊？袂啦，桂英，我对你是真感情，跟其他人拢无关系。你的话我才未相信啦！当初你会来找我，就是因为我有法度跟你斗三工，但以后我无利用价值，你要搞到台边啊！我是真心哦，介意你，我嘛把你当作我未来牵手，我唔想要利用你。唔管你安怎想啊，我拢袂要紧啦。规日我见过你，你上好是好好对待我。啊，若无，我就把你甲我所做遐歹代志，全部拢压压出来啦。到时阵哦，你啥物拢得袂着。好啦好啦，我知我知。我一定好好对待你，你放心。你的话哦，这么难听，一个嘴安尼好累的。我好贵耶，我知影今日为劳，你一个人哦，足委屈的。不过，这哦，真正不是讲话好所在，你先得去，我哦，会找一个时间好好给你解释，好不好？你想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真紧真紧，啊，到时阵哦，你要做啥，我拢买好你，给你弥补。那因为，你讲的哦，当然我讲的啊。安尼，即马你愿意先等伊啊？啊，那是我讲不爱嘞。桂英，今天是过年呢，啊，过年来冤家哦，会破坏咱的运势，你嘛无希望咱两人行歹运啊，对不？好啦好啦，以后你若是敢欺骗我，我冇我任何代志哦，我绝对会帮你耍，让你知影找我人遐好厉害。我知我知，当然当然啦。开你车，桂英啊，开你车来啊。你要叫你着急要赶我回去哦、喔？不是啦，就拄好有车，你先回去啦吼。来，几乎。安怎？会惊吼？看你以后佮敢唔敢骗我？再见哈！真正是，你阿兄了吼，都唔通了就吵杂无。过年就是无同款哦，今仔是要出吹草的。哎呦！哎！哎，难得坐。就算哦，食搁较青草的，也无甲厝内人做伙食哦，无过年的感觉。就是讲咩？唉，今年哦，无准来陪我围炉，拢无团圆的感觉啦。啊，过年若无围炉，都无先过年啊咧。所以哦，咱以后大家较低调的吼，唔通搁入来啊。唉，就是咩？对啊，啊，你是咧土生咧大肥啊！踮咧农仔内就咧看，就咧洗啊，搁咧土大肥，愈土愈衰啦！
大家结交欢喜，唔较好哦。对啦对啦，阿龙大哥讲了有道理啊。虽然咱无法度甲厝里人围炉团圆过年，伊不过咱几个同学会当伫内面做伙过年，迄嘛真快乐个代志啊，对无？嘛唔是讲无快乐啦，啊，就是无迄种吼过年的感觉。嗯，像过年的感觉唔简单，啊，叫你也传得着啊。哎呀，阿良啊，你嘛帮帮忙，咱这是要多找目睭医啊。相公无。哎呦，你当时做诶，阮娘拢唔知。阿哥大，真正是一支诶啦。我过年吼，若无拍两枪，手会喵。啊，不过咱讲真正会当伫遮耍啊。迄蛮紧啦，啊，只嘛先过阮哦，迄年节也对啊。因遐煮款哦，都会放咱过。我逐日忙咧舞。你大家乖。我去顺顺看看。是，长官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长官。哎，赞赞赞！既然安尼吼，我这台湾骄傲，一定要给恁一个面子插一把。哦，哎，你是唔通臭大哦，啊，无等下哦，输甲烫到你就歹看。啊，免臭皮薄了，这才输赢啦。我老是爱种臭。臭不在苏展新啦！啊，闭了都会知啦。我上爱你种臭味啊！啊，那苏你都唔知啦。老大老师哦，啊，大拢有参加咧，啊，要斗一架无？阿良啊，你嘛拜托。啊，咱这也不是真正的肉串，这是用纸画的。啊，你来讲哦，正经的肉串。个温娘阁望会出来，啊！咱这纸画，伊是要哪算啦？啊！你是要欺负伊目睭无看呢？哎呦，向啥物去啦？王大老师哦，歹势歹势，不要紧啦，慢慢来，恁大家算啦，算到欢喜啦，哦。今年阿要十八较紧，哦，脚手较慢较慢，但是主管真正两面算紧。哦，你咧吃白吃慢，咱讲正经的，赌王，给你啦，你看啥？做诶物件像个呀。干咩干咩？好啦好啦，来来来来。好，讲啦讲啦。我先讲啊。嗯。哦，五头吼。光头对地咧，五头。哦，你这光你咧吃诶，来来来，给你来。这你诶。对对对，来来来，给你。哦哦。这边呢？这边呢？都。男呢？但我都要扛，但我做总管，你是咧上工了，是创啥？你是咧搬别搬？叫最叫好势啊！我都要扛门牌，你是拍什么牌？你坐，你要搬别大包啊？你狂包啊？你？哎呀，贵啊你吼！女士，哎，哦，嘿嘿嘿嘿，七万呐！紧紧啦，快些过来！来，五档五档五档，紧！五档五档。哎，你叫住！哎呀，我的哎呀！哦。哎呦！哦呦！讲到中坑啦，要紧啊！哦，哎，紧啊！哎。帅啊！哇，你手气真好咧，卫生纸去过安尼，掉一堆。嗯，讲的较紧咧。好啦好啦，我手气我来讲。来啊，拿一支啊，出来。对，哦，对来听拄啊好。哦。好好。你来嘛，对来听拄啊好哈。哎，出动一支啊。对。就当嘞。嘿嘿。哦。哦。这支也对着。明白啊，恁。听白啊。较注意的吼，放枪就会坏。哦，对，放枪啊你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怜啊！我第一次来放枪，你看哎呀！我靠！台湾赌啊，我是台湾青龙呢，台湾赌。啊，阿牛啊，这摆牌哦，啊无标啦，咱搁加拍一枪啊！哎，是无要紧啦，重点你拄啊输诶吼，辛苦人啦，啊，若要算则搁来啦，嗯，你好，是啊，来来来，辛苦你，哈，
稍等下，我来把我输的物件拢给赢倒转来，吼，我拢相信的。卖怎啊？你等输我一裤底，我不爱骗。你用清水洗面啦，你。还袂穿的，等下上输的。哎，我你做什么？好，来来来，来。我伫内面过年，唔知影爸妈即马是不是嘛甲阿妈、阿姐、阿婶，因做伙咧围炉，希望卖因为我的代志，拍歹因过年的气氛。嘿，卡手较慢啦，哦，甲你这跋脚拢正气咧，遐人伫外口哦，遐人台上的真正下面人拢正气咧，啊，老实。菩萨在上，新年到啊！新入高林局居，今日专工带着各家大大小小来参拜，感谢菩萨保庇，让阮各家这几年来顺顺利利。虽然讲中间有一挂风风雨雨，好佳哉，最后我那是平平安安度过这难关。我看着我这子孙世世拢伫身边，这是我一世人当中上阶段的幸福。感谢菩萨。虽然讲阮即卖生活无过去遐尼享受，但都互我知影啥物叫做简单，就是幸福。即卖我已经足知足啊。我感觉上幸福的，就是厝内面的人会当食到我煮的手烙菜，看到大家满足的笑容，我就感觉真安慰、真快乐。就算说讲过去大家有甚物误会、有无欢喜的代志，但是只要规家伙爱心，那是念受我，互相支持、互相体谅，这个家就永远袂散。希望菩萨会当继续给我力量和智慧，让我会当有能力去保护我爱的每一个人，也够真美。我大家拢会当过着快快乐乐、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喂啊！新年新气象啦！啊，过去一年吼，不管是好歹，拢已经过去啊。啊，今年是狗年，啊，我祝大家狗年行大运。阿兄，你讲的拢是过老套啊啦！啊，旧年啊，安尼讲，你嘛想看会较新嘞无？无无啦，是要叫我讲啥啦？啊，冠军啊！别讲，我知影啊，新的一年。我祝大家开花结果啊！开花结果，阿哥讲唔到，汪汪汪汪汪！哦，阿你有影大丰收，大丰收！哎，我买下，我买下。阿爹讲哦，真美，祝贺大家大吉大利，十全十美，大家哦都幸福来啊！哇，那过两个真好，真好。今晚是爱讲个教育观的，嘿。哦，安尼我买要讲，我就讲哦，祝贺大家哦有教赞。大家拢讲了真好，哎，啊，佮刷了啥物讲啊？我啦，我祝福大家，狗来福，狗来富，狗来旺。好好好，安尼啊，啊，我嘛祝福大家吼，啊，狗年吼，啊，幸福啦，吼。嗯，我嘛来讲一句啊，我祝福大家狗来福，报新年，沸沸扬扬，迎狗年呐。哦，哇。过得足好诶，我嘛爱讲一句：狗年好运拢总来。拄只求啥物？当然是求咱全家伙啊，拢会当平安健康、顺利如意啊。阿弟咧？我求咱一家伙啊，永远拢斗阵，唔通阁分开啊。嗯，对啦。我阁求妈祖保庇，予慧君甲俊贤婚事当顺利。希望慧君哦，伊感情啊，阁婚姻，拢会当有好的结果。多谢你。
谁在搞这道啥？慧君嘛算是我的早嫁呢，我这做妈妈叫妈做保庇，感觉不应该。应该，应该，所以我嘛应该这样听你啊。当然啦。秘书。高老太太，你好。老董事长，你好，你好，吃够不快呢？哎，你哪有人来拜拜啊？是啊，过年啦，代表要行行的。先说哈，替厝内面大细汉拢求一下平安。嗯。过去阮文勇做真侪对不起恁的代志，其实即摆心肝来想想的，真正对恁就是的。啊，不过伫个新的一年，我真正诚心诚意，希望恁全家伙啊，用个平安快乐，顺心如意啊。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我嘛希望你的身体当赶紧恢复，啊，恁老大大细细都会当平安健康。关关，看到人就紧叫啊！叫美川阿姨，美川阿姨。关关，你敢那搁较大汉了哦？想当初，我同款是跟妈来拜拜的时阵，看到美顺。迄个时阵，关关还搁伫个伊巴肚内。时间过得真紧，关关即马拢已经这么大汉了，啊，不过可惜，伫个名义上，伊毋是我的孙，嘛毋是美顺的后生。世间上的代志变化是有够大，实在毋是普通人会当料想会到的。美川，你敢就准备红包去给关关？一红，关关，这个红包阿姨早就准备好要给你啊，来收下来。妈，关关啊，这是秘书阿姨要给你的。生意哦，啊，他收起来，唔当别记，啊，他讲新年快乐，多谢阿姨哦。美川阿姨，谢谢。来，关关，敢袂当和阿姨揽一下？嘉华，当然嘛会用的呀。多谢你。阿姨不是挑故意的，你有要紧吗？好啦，我只是有滴点啊袂喘气。哦，不过阿姨，你的身躯哪会遐尼胖？关关，最近天气较冷，你都要穿好少哦，哈。会啦，我妈妈会教我注意，会给我围巾、帽啊，还有暖暖包。有我妈妈在哦。我袂挂着啦，安尼真好。老董事长，啊你做哩无闲，我拢拜好啊，啊无阮先失陪啊。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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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冠冠，虽然妈妈袂当伫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陪你大汉，不过看到国家的人这么疼惜你、照顾你，你妈妈袂当放心吗？冠冠，你一定要健康，还平安大汉哦。美春。啊。过来照。多谢你。人阿婆让你客气做，呀，过来行行。这个拍摄，我把你的水放一下哦，我把这个温嘛。因为庄姐回去过年啊，啊，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给我叫一下，我就过来哦。总算有家己的时间。你当好好来研究阿平的资料。亚芬，亚芬，你感冒，阿玲温开水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我先给他们给根吃的好了。
好。冻结哈。希望你的感冒赶紧好起来哦。来来来，叫这个啦。多谢多谢。老先生，老太太，太谢啦，过来给你教教呢。没啦，那讲是教了。啊，就你讲咱第一秒拄着有无？我就想讲哦，这是缘分啦。啊，所以伫过年的时阵，想讲来行出拜一下年啦。对啦，我专工哦，早些过年咧也无人啦。啊，这是我哦，摕一件迄食品哦，这个这业者哦，啊研发出来这幸福喜乐哦，这年菜组合啦，啊，里面有迄佛跳墙啦，吼，红烧牛腩啦，天菊烧猪肉啦，啊，恁甲试食看卖咧，来来来。熊小姐啊，吼，特别研发是挂保证，真正足好食的。哦，是讲吼，你嘛真客气，人来就好啊，搁早礼物来。过年时啊，这是应该啦。要来阮咧佛跳墙哦，甲外口煮的吼，无同款啦。阮是用迄吼上好的肉质吼，天竺猪来煮的啦。哎，完全哦，不会瘦肉精，也无煮迄抗生素，所以呢，当安心啊哦，安心啊食。安尼听起来就感觉足好食的，郭先生，多谢你。莫客气啦，大江地庙你嘛摕红包给阮冠军啦，应该是阮哦，给你说多谢。我包红包给冠军本来就是应该啊，我嘛想要回一个祝福啊。看恁大家拢这么疼惜伊，冠军过了足快乐的。我嘛就感谢你了。好，老太太，我当了解到你的心情啦。啊，是讲哦，你也想冠军，想要看冠军咯，出你来哦，阮足欢迎的。多谢你。没客气，没客气啊。啊，那是安尼吼，我嘛想讲哦，要看一下回军甲冠豪敢会用的。我无别的意思啦，是讲我拄好过年咩啊，顺带讲啊，摕一个红包给慧君甲冠豪啦。哎，对啊，敢会用个啊？歹势啦，慧君拄好无伫个，啊，冠豪伫楼顶困啦。啊不，美春，你甲冠豪抱落来好了。好，我来去抱冠豪。来来，饮水果啦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人客气咧。对啦。哦，这物件呢，炸遮侪来做歹势的。过年时啊，应该啦。对啊。哦。关好哦，多精神啊。哦。哎呦，哥，干嘛要我抱起来？啊，嗯，来。啊。哎呦，哎呦。你个看，你个看，哎呦，看下我是阿妈呢，哎呦，你个看出国子耶！对啊，小丢啊，丢啊，哦啊，哎，看下几撮大汉的呢？看下，我是阿公呢，哎，叫阿公好无？哎，叫阿公，哎，哎呦，你那只古锥啦，囡仔阿哥真哩细汉，哪样叫啦？哦，哎呦，对对，哎，红包，红包，啊，红包，啊，对对对。哎，冠豪，啊，这是阿公甲阿妈要给你的红包，祝福你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大汉仔嘛。呦呦，你跟谁？对对，你跳舞呢？对啊，你笑呢？对啊，足好笑是呢。哇，你看下咧吼，都敢文扬细汉想赶快赶快，那皮毛脆哦，跟他无会印出来。你这今天讲这是要创啥呢？哦。啊，拍死拍死！我讲小紧啊！哎，
啊，给你红包。啊，好，对对对对对对了，对了对了。啊，老太太，太谢了。这包红包是要给慧君的，还是不是拜托你交给伊啊？嗯，哦，我知影慧君吼，伊未收啦，啊，不过这是阮阿母的心意，请你交给伊啦，吼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好啦，我去看麦。多谢啦，多谢，多谢。好，你坐来讲啦。好好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是讲吼，今年就安尼啦，以后。唔通阁安尼继续啊！因为阮慧君哦，已经有对象，嘛要结婚啦，安尼做会造成伊困扰。我知啦，有听文扬讲过啊。是啦，啊慧君的幸福吼，我看起来吼是上界重要的，我上界注重的。对啦，老钱是歹势啦。啊，和慧君咧幸福嘅人哦，是应该文扬咧。啊，听到文扬上爱伊足济，我安尼感觉足见笑诶。真正是咧，歹势啦。嘿啦，过去代志哦，莫阁讲啊啦。慧君哦，要重新生活，诶，无欢喜嘅代志哦，咱都莫提起啊，吼。对啦，对啦。其实慧君啊，嘛是一个真好嘅查某囡仔，应该有较好嘅达波人哦，甲照顾啦，甲爱伊。予伊一世人的幸福才对啦。是啊，虽然讲哦，咱无可能无迄个缘分去做亲家，啊，不过吼，阮是真心希望伊婚姻会用幸福美满快乐。感谢恁的祝福啦，哦。好，啊，总共一句啦，啊，都甲一寡遐无欢喜的吼，拢甲放后袂记哩，啊，迎接迄新的一年。啊，就较亲像冠军讲的啦，不管吼要做什么代志哦，拢会当吼开花结果，啊，新年万万万。这是冠军讲的哦，真正足高级。对啦对啦，伊那拢是足高级的，唔知影我另外一个查某囝即马过得安怎？阿婆，爸爸足思念你的，足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小酷，乖乖哟、哦。小酷，小酷哈。这阿狗即嘛真好嘞，啊，一只狗啊，交伊咱家交遐久的安尼。无啦，阿狗即嘛因新妇吼，你看大腹肚啦，啊要生囡啦，啊伊讲吼。今日吼要顾囡仔，要搁顾狗也顾袂起来，然后讲无规日，怎先囥在咱家饲？哦，这囡仔这只狗嘛嘛袂用的，袂用的吼。来咯，哦，真是的。好啊。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哦，阿姨，我要吃。啊啊，两只嘞，物件都还袂消化嘞啊。哎，来吧，来。来来来来。明君啊，你吃着吃花素营养吼，算有口吼。哦，你吃花素营养是偌好吃嘞，营养顿的啊。来来，阿嫂，哎，来，多谢，嘉华，多谢嘞。阿妈，莫安尼讲啦，恁大家食了欢喜哦，我嘛真有成就感嘛。嗯嗯嗯，对。嗯，你以后哦，愈做愈好做。嗯，妈唔敢嫌啦。嗯，好，好佳哉，我咧讲，即摆过年好佳哉哦，嘉华伫身边哦，甲我斗骹手煮食啦，我。无用出，无用入，安尼好个菜拢伫我身躯边。啊，若无哦，无伊甲我斗家，像咱真正找你，都爱食料理包啊。叫啊！无用贵个坐一下啦。哦，阿妈，我先用何冠冠食啦，等姐再来开讲。哦。嗯，啊，那你家己坐咧无用，文静啊咧，啊你叫文静甲你斗家手啊。哦，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嘿，你是的，什么我是的？阿叔唔免加减甲制造机会哦，看因两个良差好无，对不？顺其自然，顺其自然。这本子大概多自信哦，那好家伙会当我感动着，俺就完不完了。对啦对啦，阿母讲了对啦，顺其自然对啊。天呐、啊，我是希望因翁仔某吼两早呢感情爱恢复以前遐好啦。我足介意嘉华这个新妇呢，我都唔甘伊啊。
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对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较适合的人。